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大家吉祥平安，佛法中流非常的重要。尤其是正法，咱一定爱呢，予伊延续落，予伊流传落。虽然依照着佛教经典所说，咱如今处在末法的时期，但希望咱大家爱坚定咱的信心，用咱呢吼这种毅力来克服种种的业障，尤其是咱爱勤修念佛，用咱的德行脱离掉这个三界欲束之苦。哦，咱进前大体上，哦，将着咱这个三宝世界各国千求，或者是各国宝洲，哦，大体上述说予大家知影。那按今仔日呢开始，就是哦，要和大家来探讨啊，咱佛教啊24天的护法金刚神或者是菩萨，我大家了解，因为咱大家啊常在拄到啊，哦，这种拜天的情形。哦，在咱佛教来讲，叫做在天，哦，就是持斋的斋，哦，在天。那在天呢，在咱佛教中，就是讲举办一个大型的法会，每一个寺院拢会举办，比如龙凤法会，哦，或者是水陆法会，或者是呢，哦，咱平常世俗啊。正月初九，咱大家知影正月初九是啥物日子？哦，就是咱所谓的天公生。那呢，佛教呢，吼、哦，并无甲咱所讲的天公，就是咱世俗人讲的天公，哦，称为玉皇大帝，无安尼称呼。哦，咱是将着。这个天道啊，咱是甲讲，伊是叫做色体梵音，就是地性。这咱慢慢啊，会讲予大家清楚啊。其实啊，玉皇大帝咱佛教吼，甲伊讲是咱内地道理天主，这其实和道教有一点啊区别。差别真大啦，因为吼宗教啊，伫咱这个大中华民族啊，自从佛教入来了，佛道两家虽然有一挂思想是融合的，融合做伙，哦，因为民间的文化思想嘛，哦，总是佛学入来，会受到咱本身的文化、甲想法、甲需求产生变化。但是啊，宗教根本为本身的起源发源，所以呢，佛教甲道教到目前为止啊，虽然有部分是融合，但是各有理论啊。啊，这点大家爱清楚一下。啊，那呢，是因其实啊，本来无这种吼拜天公的情形。但是随着世俗也开始，哦，因为咱大中华民族都有这种啊，哦，正月初九就是天公生，所以也渐渐演化出这种在天的科技。那第二呢，这种吼，哦，拜在天，哦，供天的科技是伫对一个时代开始的。就是按明朝开始，
那明朝进前吼，并无列这种二十四天的情形，因为伫远古啊，就是伫印度啊，吼，因是按十六天开始历仪。啊，咱呢吼，因为佛教进入咱大中华民族，咱融合咱的文化，然后渐渐变化，变化为二十天，伫咱过去啊。较远古进前，就是伫明朝进前的佛教，大体上是认为二十天是到尾啊。哦，佛教到明朝这个时代，才演化出二十四诸天护法，是安尼来。那在天科仪，吼、哦，咱有分大甲小嘛。好、哦，就亲像咱的降天话是用金光明经，哦，这是咱平常啊，哦，较普遍，因为金光明经啊，伫咱大中华民族非常的风行，所以正常啊，哦，大部分是以大金光明经，哦为主做这种在天的科技。那呢，如果哦降二十四天，的情形啊，咱得称为大降天，或者是大在天。所以啊，要做每一项佛事啊，咱必须啊，爱好好去甲了解伊的原始甲由来。那咱今仔日为什么要做这佛事可以？安尼呢，较袂盲目啦，哦，较袂唔知影咱究竟是伫拜什么款。咱做这个法事，咱做这个科仪，是因何而做？为什么爱安尼做？咱进入这种探讨的情形，互大家了解。啊，无讲实在，吼、哦。拜降天，哦，拜天公，道教啊是较传统，吼、哦，讲起来，因呢是较契合咱大中华民族的文化，所以讲呢，因为到明朝的时阵啊，佛家啊较大兴啦、啊，因为朱元璋毕竟啊出身是在道场。内底成长起来，伊曾经啊，吼、哦、是安尼过程啊。虽然伊到尾啊，嘛是信仰道家，信仰道教，但是真诶无抹未掉伊本身对佛教诶尊重啦、啊哦。所以咱所谓诶大降天诶科仪，二十四诸天。是按明朝开始奉行的。那呢，其他的宗教安怎做，咱就甲放伫边啊，卖去甲谈论。因为咱必须足深入，才会当去谈论人其他的情形。啊，咱本身身为佛弟子，也无需要去评断任何的是与非啦。这拢加产生政治的，就亲像比如咱佛教所谓的道理天主，后壁再来详细。咱真啊，是大体上讲予大家知影，叫做地性，叫做色体反应。好、哦，那伊居住的伫咱三界内底是居住伫个欲界，欲界第二天。那因为主办一面啊，哦，道理天伊居住伫遐，伫中央叫做神剑城，哦，即后壁咱上水边啊，一个三十二个宫殿，就是一个三十二个城，分东西南北。所以咱平常伫讲的三十三天，以佛家的思想。就是在讲道理天的经营。
但是道教对佛教这种理论，哦，都未当接受啊。所以啊，伊唔愿输啊。道家呢，则提出一种理论，叫做啥？三十六天九魂斩，九魂三十六天呐、啊，这就是道家因提出的理论。好、哦，所以咱慢慢啊，吼，讲来大家就会清楚啊。好、哦，那回归回来，咱一步一步来探讨这二十四天的护法对咱的护持，对咱的加庇。俗语所讲啊，吼、哦，额头三尺有神明，就是安尼。那咱进前讲日游神嘛是属于吼，虽然伊是阴神啊，但是嘛会记录咱的功德。所以咱做人啊，真正爱正慎重。咱佛教在天发挥科技啊，是以上经礼忏为主要。然后吼、哦，就是施食、净食，哦，就是普施吼、哦。咱在做在天科仪的时阵，其实嘛是有普施、净食，哈，和众生结缘啦。但最主要呢，是以供养三宝啊，吼、哦，加这些护法天神为主。那当然啦、啊，吼、哦，你啊用金刚科技，吼、哦，就无二十四天，吼、哦，即个天将。但是你呐做大将天，就爱吼，将、哦、着这二十四天护法神的这种吼、哦、法相，吼、哦，就是咱讲的因的佛金身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改伊列出来。那呢，平常为道场啊。道场若较大，吼、哦，伊有哪伫伫咱大雄宝殿内底，有哪会立即二十四天的护法神？吼、哦，啊，但呢无济啦，吼、哦，无济。普通咱拢是以十八罗汉，或者是吼、哦、其中的四天王为主而已啊。吼、哦，这是伫咱大中华民族大部分的寺院会安尼做护法神。就是以四天王为主，吼、哦，或者是呢，列吼、哦、咱平常所谓的十八罗汉的情形。所以讲，每一个所在，吼、哦，无同款，吼、哦。那咱慢慢啊来探讨一下。那这天将就是二十四天将，那这二十四天将呢，是代表着因呐。时常护持着咱的佛，就是佛德。哦，佛德正直正觉了后啊，哦，这天神诸将，哦，拢会来护持着佛的身躯边，并来护持着啥？佛的弟子。哦，这呢是一种意象。四天，但是因高因多，大体上是十六天，哦，是慢慢的演化来，即大家了解一下。那咱呢，身为佛弟子啊，讲起来就亲像讲咱平常，哦，去道场，诶，礼佛拜佛，但是咱啊去呢，吼、哦，道教诶，即种道观。或者是咱平常所谓的庙，因为道教所供奉的啊，是种种的神性，和咱佛教是两种观念。咱呢去到这种庙宇啊，吼，唔是佛教的道场啊，咱普通是拢问神，互相礼敬啊。并未行下顶礼这种行进行啊！哦，啊，咱身为佛弟子的大部分嘛安尼啦，但是话嘛是会去
礼拜这些心灵神圣，哦，这个人，哦，安怎做拢不要紧，哦，但呢，哦，在这，因为咱在讲这种经学义理，啊，必须讲个清楚啊，哦，就是讲，咱本身是归佛，是佛的弟子，是佛教徒，所以咱对佛、对三宝是绝对的虔诚加礼拜，这就是恭敬心。哦，但对呢庙宇，咱有哪未使失呢？咱虽然无行跪拜呢，但是咱同样爱行文信呢。咱爱尊重这个诸天诸神，毕竟啊，人会当作为神啊，一定有伊的善行，一定有伊的功德，咱绝对也袂使不敬，嘛袂使去诽谤伊。哦，咱袂使自认为咱学佛啊，学习佛法哦。学佛的意思是学习佛。哦，的兴起的作为，所以咱称为学佛。但是咱学佛，咱敢是佛？啊，毋是。好，所以呢，咱对天神，咱嘛爱尊重，嘛爱敬仰，绝对毋好去讲冒俗。就比如西方的宗教嘛，同款，因为咱呢，吼，虽然唔是对因信用，但是咱嘛爱尊重。所以我伫遮，哦，伫讲解啊，咱的佛学啊，我真无爱用外道这两字来批断佛教之外的宗教。这咱真正认识清楚，因为咱其实佛学所谓的外道，啥物叫做外道，就是邪恶的行为呢。唔是在讲其他的宗教，希望这点大家要清楚啊！哦，大家要真正了解，因为比如你伫佛教中，你所行那违背了佛教内底义理、真理甲戒行、戒条，这嘛是外道。袂当因为你是佛弟子。你归佛啊，这是名义上啊，但是你所做的事啊，违曲了哦，平常的义理，这就是外道，这就是业力，这也就是魔行或者是妖行，这大家吼爱分得清楚。那呢，为什么咱对这诸天护法或者是诸神？哦，需要敬仰，什么原因？是因为啊，在咱佛教中，这24位啊，列为佛教的护法。哦，因哦，咱虽然无皈依伊，但是因呢，听到佛说法，受佛的度化，因隆重皈依佛。成为佛的护法，所以因嘛来护持咱佛弟子，就是咱佛教徒。只要你莫有冒作的心，对因嘛是有敬仰的，因绝对有奈甲咱加持啊！哦，咱大家真正爱清楚、爱了解啊！哦，那呢，这24诸天护法归佛。就和咱同款，大家吼、哦、变作是共修同行啊嘛，所以咱对因吼敬仰，并无委屈。哦，何况因呐，不但皈依佛，因更加奉行正法，因更加修诸善业。哦，咱啊一个一个探讨里，恁就会知啊。以前曾经为恶的，因嘛是，哦，改正过来，变作咱佛教的护法哦，哦，那呢，咱知影因
既然奉行正法，修诸善业，当然就无作恶嘛。哦，不作恶业，所以讲啊，哦，这种原因，伊在变作咱佛教内底佛法。那我进前就有讲啊，伊的起源按对了，就是按明朝开始。是这种在天可能呀，啊，当然在进前哦，这种敬天的科技，大部分是道教得做为主啦。哦，啊，咱是到明朝，较随着这种文化渐渐改变来，开始释放因这佛像，哦，就是因的心腔啦。开始跟供奉，哦，跟入入这种科技内底，有另外产生了大供天的科技，是安尼来，哦，那呢，哦，供天的皈依啊，哦，普通咱讲起来就是讲有二十四诸天，那呢，这二十四诸天就是在指咱佛教。诶，佛法性并非三界哦，这含三界又阁无啥共款啊！吼，咱三界所谓的二十八天，那唔是讲呢吼，这二十四诸天的天性，就是一层一层，比如按四天王天开始，唔是安尼哈，咱大家了解一下，吼，因为咱三界是无色界、色界到欲界，是分为二十八天。啊，这呢是咱佛教佛学内底经典所记载的理论，吼、哦，并唔是吼世界通用啦，吼、哦，也唔是各种各教通用，吼、哦，每一个宗教有因对这种神的说辞甲讲法，咱有哪尊重人的讲法就好，你呢无需要去甲探讨甲信用嘛，不要紧。但是最起码，咱知影每一种、每一教，哦，因的起源者绝对是只有用神，绝对是教导人向用神这边去做，伊绝对啊，哦，未教导咱去做歹啦。那如果呢，吼，会教导人去做歹？邪相的，会恶行的，这都是外道，这咱就会当真真正正，甲讲因是外道啊。好者啊，人是神的提倡的方法，咱袂使安尼评论。比如儒家的思想，咱敢会当讲是外道？袂使呢，那是咱大中华民族啊，传落来伦理啊。咱安怎都袂上去甲否定啊？安尼呢？吼、哦，就变作啦，逆反天理而行啊！安尼咱会受到无限的业力啊！今仔时间到了，下一次咱再个好好来探讨这二十四天佛法，祝大家拥护正法，功德无量，勤修念佛，得到无量功德。阿弥陀佛。邀请你发心共同参与弘法利生的善缘，种得善缘福报，护佛法落实人间，更贴近人间生活。护持长号420-322-01，户名黄英雄，联络电话0979-041-510。